持鄧雅森老師。今天呢很開心呢邀請到潘友傑先生上來為大家分享音樂的、哦、他呢是一個大名鼎鼎的鋼琴演奏家來的。阿傑啊，你不如分享一下你幾多歲開始學琴啦，同埋你學音樂的經歷啦。咁我就差唔多六歲幾至到七歲係正式學鋼琴嘅。咁點解一開始我會學鋼琴呢？咁係咪因為我媽重點去栽培我呢？咁其實又唔係嘅。咁一開頭嗰陣時喺星期六日行街，媽咪帶我去銅鑼灣呢啲時代廣場呢啲地方去行街啦，咁行到去九樓啦，咁有一間帕斯琴行啦，咁裡面有好多琴啦，好多陳列品啦，咁裡面有好多小朋友啊喺度試琴嘅，裡面咧就嘈亂巴閉，彈到叮叮噹噹咁樣。哇！真係好好氣氛喎、啊。係啦，咁我咪走去彈咯，咁咪走去彈。咁啊，好開心咁樣樣啊！咁我媽見到我彈到咁開心咁樣啊，就諗下不如俾佢試下學彈琴啦、啊，彈琴又幾好啊！同埋嗰陣時個氣氛都好興學鋼琴嘅，都已經咁咧。初初嗰陣時咧，佢就去一啲好似玩具反斗城啊嗰啲地方去買一個大約有兩個 octave 啦，兩個八度嘅一個小小嘅玩具電子琴，俾我翻屋企去玩嘅。哦，咁你玩咗幾耐就屋企開始會買個琴咧？咁玩咗大約我估計啦，就可能係兩三個星期左右。咁呢兩個三個星期裡面咧，咁佢就見我，彈得有文有路噶喎，即係都彈到啲嘢出嚟，幾好聽噶喎、哦。即係斷定咁樣樣咧，就係代表哇，你可以一路學落去啦。哇，你媽咪真係幾有眼光喎，對你非常之有信心啊。係啊，咁經過呢次經歷之後咧，佢就帶我去翻銅鑼灣嗰個帕斯琴行嗰度咧，就去嗰度報名，咁就俾我去學鋼琴啦。哦，咁當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學琴嘅時候，學琴嗰陣時最難就係坐唔定啦，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咧就貪玩啦，就成日喺間琴房度走來走去。咁老師點啊？咁初初學琴嗰個老師咧就好猛震嘅，佢最憎人就係坐唔定，又走來走去嘅。咁你有冇俾佢鬧啊？咁梗係就成日俾佢鬧啦，就嗰陣時俾佢鬧得都幾唔開心下，係啦。但係我又自己又控制唔到喎，但係可能有貪玩啊咁。即係鬧完你都係周圍走，周圍好似彈下彈下，周圍跳，周圍跳跳讚咁樣。都係啊，因為嗰間房唔係淨係擺咗一個平台，即係唔係淨係擺咗一個 upright piano 嘅，佢隔離仲有啲電子琴啊，仲有其他啲敲擊嘅樂器喺度啊，咁我又會手多走去搞嘅喎。哦，其實我有個小朋友咧，周圍搞嘢咧好正常嘅，即係代表佢好有好奇心。如果咧佢個好奇心咧，你能夠咧回應到佢咧，咁其實咧佢係學嘢好快噶。係啊，我唔知你咁聰明啦。係。不過咧嗰陣時咧，因為有少少唔開心嘅經歷啦，因為佢成日咧都鬧我啦，咁我媽咪咧就唔係咁開心啦，真係。哦，即係同佢理念唔係幾夾咁樣啊？係啦，同佢理念唔係好夾，於是咧我媽咪咧就去另一度轉過另一個老師去學嘅咁樣，咁前後轉折咧都換咗好幾個老師嘅，喺初初學琴呢段經歷。哦，咁你每一次換老師咧，會有一個適應期咧？適應期啊，我適應得好快嘅，基本上一兩堂已經適應到㗎啦。我想證明你幾叻仔。係啦，咁每一個老師咧都有一啲佢嘅吸引之處啦，咁有啲咧就可能係佢教得好啦，
所以令我學到很多東西啦。有些呢就是他本身帶了很多零食啊、糖果啊，咁樣又有啲貼紙啊，咁嗰陣時細個，因為你太餵食啦，係啦，又餵食啦，又中意攞儲貼紙啦，所以咧就成日都可以令到我好即係好努力咁樣去練琴啊，去復琴。喂，原來你都幾易氹嘅喎，咁簡單嘅嘢你就可以咧當呢一個係一個目標咧，咁就哇好勤力練琴咁樣喎。係啊，真係係，其實我好易氹嘅細個嗰陣時，其實而家都易氹嘅。哦，原來係咁樣。咁你每一日咧會預幾耐時間練琴㗎？你說我小個？是啊，小個時候可能六至八歲咁上下，通常都會越來越長嘅個時間。係啦，我一開始咧，我諗我都有三個字至半個鐘嘅，中間有啲時間咧，就係我會比較懶散嘅。每一次啊，我好懶嗰陣時咧，我媽就會話：，會恐嚇我啊！你再唔練琴咧，我就會唔俾你學啦。其實所以話咧，家長嘅支持同鼓勵咧非常之重要噶。係啊，佢不過就比較多啲係鬧我啦，同埋恐嚇我多啲嘅。咁你驚唔驚？不過嗰陣時就係因為驚，就驚冇得學琴。原來咁樣都係有效果噶喎。係啦，對於我陣時嘅我係有效果，不過對於今日嘅小朋友。在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未必有效果。咁你後屘去到三至五級上下，你會練幾耐咧？一日三至五級嗰陣時就會每日練超過一個鐘啦。其實都好需要，好正常嘅攞到呢個時間出嚟練。如果唔係咧，真係完全唔會諗住話有啲咩嘢進步咁樣嘅。係啦，同埋咧嗰陣時我哥哥都係有一齊去學琴嘅。因為我成日同佢會爭琴去練嘅，因為屋企淨係得一個琴啫嘛，係啊，即係我見到佢彈琴嗰陣時咧，我又會成日想爭住一樣嘢，有啲似好似咧，阿哥玩緊玩具，我會爭住玩玩具咁樣。哇！你好勝啊你！係啦，即係其實有咁嘅分毫咧，真係好好啊！真係有得爭，嗰樣嘢先最寶貴嘅。係啦，嗰陣時其實都未話搞得清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彈琴、中意音樂，定係淨係想同佢爭琴。哇！咁啊真係幾刺激，每一日咁樣過。不如咧話俾我聽，你有啲老師咧，你需要多謝佢嘅，佢點樣幫到你啊？咁樣。咁首先我要多謝我比較細個嗰陣時跟嘅一位老師啦，佢叫林中麗老師。佢就教識我好多嘢啦，例如一首歌啦，你點樣可以用一個藝術性多少少嘅方法去演繹啦？因為好多一啲坊間嘅老師咧，都係會比較着重你諗住彈，叫你彈曬所有嘅音啊，啱曬所有嘅節奏啊，係咁樣有少少大細聲啊，就俾你。過關嘅，咁咧教出嚟其實就咁樣嘅彈奏嘅方法咧，就其實未係去到嗰首歌最好嘅。呢個當然啦，其實咧我都做過市場調查㗎，有九成五嘅老師都係例如你所講咁樣。係啦，咁嗰5% 咧，剩低嗰5% 嘅老師其實真係好珍貴㗎。係啦，咁咧呢個老師咧。初我就在一間音樂中心那裡遇到他的，是的，雖然我後來私人地跟他學啦，這樣就在那段時間其實他就教識我很多很多這些東西，音色方面的問題啦，隻手怎樣用力啦，手指怎樣用力啦，隻手臂怎樣放啦，身體怎樣放鬆、啊、如果手指怎樣用力或者手臂它 會捉住你的手令你感受一下怎樣用力的呢？它間不中都會的、其實呢都 很重要的，因為呢現在呢都很流行上網課啦，其實上網課這一方面就
好難表達嘅。咁如果實體課咧，咁就一定會好容易做得到啦。冇錯啦，另一位我要多謝嘅老師咧，就係、是、我入咗演藝學院讀書嗰陣時嘅學跟隨嘅一位老師啦，咁佢叫做陳亮老師啦。咁咧佢嗰個方法咧就比較嚴厲啲嘅，當中亦需要練好多基本功啦，甚至譬如有少少手指，如果企唔穩咧、企唔直咧，佢就即刻會鬧啦，會起勢咁樣鬧。哇！同埋咧有少少彈得甩啊、甩咳啊嗰啲咧，佢就會用好嚴厲嘅眼神同埋語氣咧去對你嘅。咁你上堂之前，你有冇緊張？好擔心陣間會俾老師鬧咁樣啊？係啊，每一次上堂之前咧都好緊張，好緊張，驚上堂嗰陣時咧會失手嘅。咁最終又有冇失手咧？最終啊，咁當然嘅有啦。咁就喺啲關於練琴上面彈奏一啲好艱辛嘅樂曲，都會有一啲技術上好困難嘅地方，有時可能練十次、廿次，就算十至一百次都仲係。總是會錯的。所以呢我都是呢那句啦，跟大家說學琴呢其實都不用那麼緊張的，學東西嘛，當中錯的當然有的啦。沒錯啦，有時他都會教我一些去放鬆的方法的，最主要他啟發到的一件事，其實呢 Pianist 一定要好像一個運動員咁樣去訓練，一個好類似一個奧運嘅選手咧，即係每一日咧就要好規律咁喺特定一個時間就開始練琴啊，練幾多個鐘嚇、啊，起碼練三個鐘或者四個鐘啊，去到一啲演奏級嘅水平咧、哦，就要一定需要至少其實好多唔同嘅國家咧，嗰啲專業嘅鋼琴家咧。練八至十個鐘咧，好唔出奇嘅都。仲有其他老師啦，譬如係羅乃新老師啦，我都會想多謝佢嘅。咁咧，佢就上堂咧，成日用一啲好生動啊嘅比喻去講佢教緊我嗰首樂曲當中要行嘅。有冇例如咧？例如點樣表達啊？他會說呢、一句究竟他是微笑啊還是眨眼呢，我覺得很有趣喎、啊。是啊，這裡是走路還是跑步啊，如果 你想走到令觀眾覺得這個段落很緊張的，你會不會很大動作還是很小動作呢、很多這些會反問的方法。很有啟發、是啊，很多這些這樣的問題、會反問我，啟發到我去思考點樣去演繹嗰首樂曲。所以咧彈琴咧思考係非常之重要噶。冇錯啦。阿傑啊，你不如講下俾大家聽咧，你點解會選擇音樂呢條路，並且咧會去深造嘅咧？咁咧一開始其實我未話好肯定自己會揀音樂嗰條路嘅。咁但係咧由細到大咧。我就比較中意彈琴啦，而且喺音樂方面嘅成績啊、考琴啊嗰啲，或者係比賽一啲比賽方面咧，我都係名列前茅嘅。咁咧就對自己充滿信心咁話啦。係啦，咁加上其實我喺中學嗰陣時啊，讀書咧都冇特別去喺第二啲方面。第二啲學科有好大興趣、所以咧漸漸咧我就覺得，咁不如揀一條自己真係第時會行嘅路啦，學啲自己真係中意嘅嘢啦。因為咧好多人咧都係喺大學讀完書之後咧從事翻都唔係佢自己讀緊嗰個學科嗰啲職業啦。咁我不如就真係讀音樂，咁第時都。可以在音樂方面做大展拳腳啊，可以教琴啊，咁至少是做緊自己喜歡嘅嘢去賺錢，係會開心好多嘅。咁我覺得咧真係好有意思噶。你講下香港同埋英國深造嘅氣氛係點樣，有咩分別㗎？
在香港呢，始終那個在藝術學習方面那個氣氛沒有在歐洲啊、英國這些地方那麼濃厚的。咁如果我哋喺香港喺讀音樂啊、讀藝術呢啲學科嗰陣時咧，通常都係自己一個人閉，有啲好似閉門造車咁喺間喺個琴房度死練下練。係有啲練到黑。係啦，就比較少同出面嗰個世界去有交流嘅，甚至乎啊，依間琴房同隔離琴房練緊習嗰個學生咧，都冇乜點跟大家傾偈嘅，有時就係。哇，好酷喎！真係。有時好酷噶，真係。係咪分分鐘到大家同一屆畢業咧，都冇乜點樣傾偈啊？我咁又未至於嘅，係啦。咁始終有啲係自己比較熟嘅朋友啊、同學啊，都會同佢打聲招呼啊，吹咗幾句咁樣嘅。哦，咁如果你去到英國嗰度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你點樣克服啊？嗰度 book 房可能會係有啲困難啦，因為佢收嘅學生人數亦都比較多啦。咁你有時喺琴房嘅鐘數咧唔係好夠用。咁英國嗰個學習氛圍就講咗啦，其實都係比較濃厚啲啦，因為大家會一齊去音樂會啊，大家會一齊去傾下你自己而家練緊嗰啲歌，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會大家傾下，以前我都彈過呢首歌喎，佢又彈過呢首歌喎，咁咧大家會分享當中嘅一啲心得啦。咁除咗學嘢方面啦、啊，練琴方面啊，咁英國最難適應嘅就係佢嘅天氣啦。有時咧，譬如去到冬天，就已經係三四點就已經話個天已經黑曬啦。咁夏天嗰陣時咧，咁啊可以去到九點十點都仲未天黑嘅。咁你中唔中意啊？咁我覺得太難捉摸啦，即係咧，因為已經適應咗咧香港好規律咧，六點七點先至會天黑嗰啲時候咧，咁初去到就未適應嘅，咁可能過咗幾個月至到半年之後咧，咁都覺得冇乜所謂噶啦。反正其實英國嗰陣時咧，就算係夏天咧，都係十幾度咁凍咧。哇！另一咁你要唔要著羽絨啊？係啊，成日都著大褸嘅啊，或者羽絨出街嘅啊。就算喺夏天嗰啲時候十幾度咧，咁我都有時會著呢個羽絨，咁驚自己冷親啊。因為英國除咗咧一年四季都咁凍之外咧，佢就會成日落雨嘅喎啊。係啊，一日裡面咧又經歷咗四季嘅，點解會經歷四季咧？咁樣又可以係好曬，好好陽光，亦都可以忽然間咧就烏雲密布落大雨咁樣啊！有時就八號風球咁樣，哇！啊，好大風啊！咁咁凍嘅天氣，咁你點樣樣令到自己隻手嘅關節保持温暖同埋靈活呢？如果你隻手啲骨又凍啦，又硬啦，咁你點樣練琴啊？我其實都冇乜特別方法㗎，有時著件褸咁咪將兩隻手插喺個袋度，或者自己搓下手搓下腳咁樣取暖，又或者喺香港都帶定啲暖包過去。暖包夾住笠埋手套。係啦。係啦。咁通常咧帶去啲暖包都係數量有限啦，你都唔會帶足一年咁多日啦。咁咧嗰啲暖包通常都係一啲比較關鍵嘅日子啊，或者啲重要嘅事先會，譬如去比賽啊，去考試啊。哇！啲關鍵時候就要使出嚟啦。咁平時練琴就冇乜拎出嚟嘅，咁咁我唯有注意一下平日飲食，唔好成日飲凍嘢啊，煲多啲湯啊。呢個中國人嘅係啦，即係養生貼士啊。係啦，調理好等自己個人，即係唔好手凍。即係咁冰凍，咁啊自然血氣好啲，血氣好啲就自然出到街啦，都唔會咁容易咧，隻手凍得滯咧，喐唔到啊啲手指。我都有個小貼士可以講下嘅。嗱，如果你乜都冇，
咁咧就咁樣卡住，係咁狂捽啲骨，咁咧就好快熱噶啦。你要用啲力氣狂捽，你啲關節好快滾，咁就掂咗啦。係啊，咁不如咁啦，你話俾大家聽，英國嘅飲食其實係點樣嘅咧？出去消費飲食又會好高嘅咧？你平時有冇煮食咁樣噶？喺英國嗰陣時咧，咁我通常咧就起碼八成以上嘅時候都係喺宿舍嗰度煮嘢食啦，係啦，有時就自己煮，有時咧就同室友一齊煮嘅。哇，咁都真係好有樂趣喎、啊，真係。係啦，咁同人一齊煮，咁多個碗，首先就冇咁悶啦。二來咧，大家買餸啦。食嘅餸可以多味餸啊嘛！哇，即係音樂同食咧就息息相關。咁而且喺英國嗰陣時咧，嗰啲生活指數其實都低嘅。如果你係去超市去買日用品啊，呢啲嘢咧其實係好平啊！啲雞蛋、啲牛奶啊、芝士啊、乳酪啊、雪糕啊，全部都平過香港。我都聽聞過係咁。係啦，你用一英鎊咧，基本上可以買到。好似成一兩公升的牛奶，而且英國咧佢好出名啲牛奶係好好飲，而且佢分好多全脂奶啊，定係半脂奶，定係完全脱脂嘅奶咧，係嘛？係啦，咁佢都有好多種類可以揀嘅。咁至於如果你走出去食飯嘅話咧，如果你想食得好啲就起碼係百幾蚊啦。咁如果你要係幫襯一啲快餐店啊，英國嘅麥當勞都貴過香港嘅麥當勞一大段距離啦。譬如，但如果你想食嗰啲炸魚薯條啊，即係英國嘅，係咪隨街都有㗎？又未到隨街都有，不過你去到一啲比較典型嘅餐廳就一定有 fish and chips 啦。咁你有冇成日食啊？間唔中食啦，可能一兩個禮拜食一次。如果有其他真係比較平價嘅快餐店喺我學校附近嘅，咁都係四五英磅左右咯，係啦。不過始終快餐咧就係冇咁健康，我都唔會成日食，多數都係自己煮飯比較好啦。又平又方便，因為我學校隔離就係我個宿舍咯，係嘛，所以。一出咗學校一兩分鐘就已經翻到屋企啦。你出去食飯咧，又要行三四個字，翻嚟又行三四個字，咁啊啲時間咪又係喺翻到。係啊，喺外國留學就係咁樣噶啦。Kit 啊，你咧喺羅馬尼亞都有表演過噶喎，你有咩經歷啊？或者嗰度嗰啲風土人情係點嘅咧？咁咧喺嗰度咧，我參加過一個類似音樂型加比賽嘅一個 event 啦。咁咧，就算你唔係話優勝者，唔係話比賽嘅優勝者咧，都有啲機會去演出嘅咁樣。咁喺嗰度跟咗一啲教授啦，當地嘅教授去上過一啲堂啦，咁跟住喺嗰度做埋個比賽啦。咁佢哋都好 nice 啦，同埋會講住話比較客氣啲嘅。咁喺嗰度識嘅一啲朋友啊，都會喺嗰度做一個表演啊、音樂會嘅一啲演出啊。咁我哋唔會話因為輸咗或者邊個第一名啊、第二名啊，會係心裏面會貶低對方啊。大家都會一個係互相欣賞、互相分享嘅角度去演出嘅。咁當我彈完之後咧，通常佢哋都會係好熱烈嘅掌聲去回應嘅。咁係啊，又或者互相祝賀一下。有時佢會覺得如果真係彈得好好啊，亦都會係彈完之後咧，會特登上嚟同你傾偈咁樣嘅。我會聽啲咩，或者話你邊一段或者邊一首咧，佢特別欣賞嘅一個地方咁樣。係啊，或者你或者佢會講邊一個作曲家嘅作品，我比較欣賞你嘅點。
咁其實咧真係好難能可貴啊！呢啲經歷真係。你話俾我聽，去意大利表演啊，或者平時遊歷嘅經歷啊。去意大利表演，其實我主要都係去嗰度比賽多啲㗎，咁就都有少少時間就去咗周圍去遊覽嘅。在意大利咧就識咗好多因為比賽而認識嘅朋友，啊，亦都識咗嗰陣時去比賽而住喺一個 host family 嘅屋企，啊，咁咧嗰家人咧都對我好好啊，平時俾好多好嘅嘢食嚟招呼，都話你咪食啦，啊，見到咧歐洲嗰啲地方咧啲屋企咧都係普遍比較大嘅，同埋咧都係一個獨立嘅 house。所以我都即係好中意呢一類型嘅居住環境。我都好中意啊！係又舒適，好寫意咁樣嘅。咁喺當中喺嗰度結識嘅朋友咧，佢都有帶我去周圍揸車去玩啊，去行山啊，去六嘅餐廳去食飯啊，哇！去食好多當地個好出名嘅雪糕啊！哇，雪糕啊，我就最中意啦！係啊，任事唔嬲嘅。係啦，而且嗰度有好多口味啊，又好新鮮添啊，好似新鮮摘落嚟嘅土就即刻整落個雪糕嗰度。係啦，佢哋有好多雪巴嘅雪糕咁樣。係啦，咁而且係你需要試味咧，佢即刻畢一斤俾你試，咁樣試到你啱為止先買，佢都。我覺得意大利的人咧係好熱情啊，譬如咧有時有啲小朋友喺嗰度表演啊，咁表演完嗰度嗰啲居民咧或者嗰啲聽眾都會即刻攬住個小朋友，哇！我恭喜你啊，真係好叻啊，好熱情咯嗰啲觀眾。係啊，同埋當地嘅即係音樂方面嘅。氛圍是非常之好的，係啦，即係唔會話聽完音樂會咧，就好似香港嗰啲咧就啊即刻散 band， 即刻趕住走啊！即刻趕住走啊！甚至未完就走啦！係啦，甚至咧未完咧就要趕住第二日要翻學啊、翻工啊，即刻上工場就走啦！啊，或者係BB 周圍好多小朋友啊喊啊，或者係。周圍走嚟走去啦，因為佢哋會好有修養嘅，即係知道咧帶咗啲乜嘢，小朋友好曳嘅，佢就唔會帶，帶佢入去會場咯。係啦，唔會去騷擾其他聽眾去欣賞個音樂會嘅，而且咧盡量佢哋都會完成曬聽曬所有音樂會嘅出嘉賓啦，跟住先至去離開。所以自小教育咧，或者小朋友咧，去聽音樂會應有嘅禮儀真係好重要噶。你有冇一啲説話咧，分享同埋後輩去鼓勵下？我覺得無論你做乜嘢，都要去全力以赴啦。特別係如果你係學音樂嘅話咧，你諗一諗你自己個初心係乜嘢？係真係中意音樂，定係？唔中意音樂咧，如果你係彈琴而你有一定嘅程度咧，而你係真係中意音樂咧，請唔好放棄啦。係啦，堅持係最重要。要堅持啦，其實如果你係喺某一啲其他方面咧有出色嘅表現，其實一樣嘅啫。堅持自己啦，咁其實就先係對自己有最好嘅交代啦。做藝術同做人一樣啊，一定要咧。是很規律地每一日都要是鞭策住自己，因為藝術的東西是永遠都有學不完的一日的，即是你不可以某一日當你出名了而停滯不前，不去學新的東西，而沉醉在這個掌聲啊、一些金錢啊或者其他利益裡面的，你要時刻都要提醒住自己，你未去到最好的，而家只不過有多啲人欣賞你㗎，你唔可以咁容易自滿嘅。我
覺得會有一個咁樣嘅心態去，無論係咪從事音樂都好，都要有一個咁樣嘅心態，咁你嘅人生咧先至會越嚟越美滿，有更多人去更加欣賞你。好啊，今日咧真係好多謝阿傑咧上嚟我哋嘅藝術焦點台咧，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嘅，好啊，多謝曬。